每晚定时偷拍上传。福州90后新婚夫妻租房惊遇针孔摄像。世界上最无孔不入的东西是什么？不是水，不是空气，也不是苍蝇老鼠，而是针孔摄像头。想必很多人都觉得什么针孔摄像头，从前也就是从电影里看得到，现在偶尔会在新闻里出现，离自己的生活实在太远了。福州张女士以前也是这样想，但这一次她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发现了针孔摄像头。张女士是一名90后女生，今年2月份新婚的张女士和丈夫通过网络搜索，在福州国色天香小区租了一套房，憧憬着甜美幸福生活。来看一段事件视频。张女士租住的是一套普通单身公寓，进门后只有一个房间。 FM1036 福建新闻广播 ID 1036-882，有什么悄悄话要告诉小编的不？来互动区留言呗。